在加拿大还在念高二，怎么动心说去参加选拔，就去要做艺人？其实当时那个选拔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想要去，然后当时其实很多时候都这样，就是陪朋友去啊。这个其实这个梗被用很多次，但我确实也这种情况，然后就去到那边，然后很巧的机会被他们看到，然后他们就是说可以试一下。那当时我也是觉得其实我一直是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希望十八岁的时候自己能独立。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觉得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自己也希望能够独立，能够就是不再让家人太妈妈太操心，这样的能够他要能有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就下决心就去了韩国。他们是就说动你吗？原来说动就当时因为我没去过韩国嘛，然后我想说就当时去旅游了，去看一看，然后就去看了之后就觉得就也挺好的，然后就可能一些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吧，因为当时我刚好就是在马上就十八岁那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想要独立，我想要能够自己去闯出自己一片天下，自己的事业，所以就可能也是年轻嘛，就一咬牙就去了。对，你当年差不多十八岁，就是家境很 OK， 但是为什么会有独立这个想法？不管说家里怎么样，我觉得就是作为我自己来说，我就是觉得男孩子不像女孩子不一样，男孩子其实就是应该自己去独立，自己去闯自己的事业，自己去承担自己的去负起责任。然后我也是觉得就不管怎么样，妈妈她一直就是养育我，其实还很辛苦的，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尽快能够去帮她去支撑这个家，然后能够帮助到她，那也能更放心一些。就去韩国之前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万一自己对这行没兴趣，又感觉自己做不下来，要打道回府怎么办？当时其实我决定要去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了，我绝对不会让自己，绝对不会做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就从小我就觉得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做人一定不要做自己会后悔的事情。对，你如果会后悔，那你就不要做。哎，那当时妈妈就是会理家里人同意吗？同意那我妈她不同意，她不是很同意。你怎么说服她呀？我就是跟他说，我觉得我十八岁了，我自己要做自己的事情了。然后他一开始就是不同意，然后后面也是慢慢的就接受了。是你去了韩国之后，他才接受？对啊，去了之后，我还是花了大概有一段时间，一年吧。中间他有很多时候就是希望我能回去。叛逆的时候，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有吗？最疯狂的事情，可能就是去了韩国吧。去了韩国。有时候你不疯狂的话，其实你做不了一个决定，因为决定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瞬间，就可能对跟错你很难去判断，你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，但是那个决定做完之后那全是对的，你也不知道你是错的。未来发展的规划怎么样？一步一步的走，脚踏实地的来，然后把自己想的做的事情，喜欢的事情，一个一个的去把它慢慢的实现。不管是影视的方面，还是音乐的方面，还是时尚的方面，都会去把它做到最好。其实你自己会偏向喜欢什么演什么角色？我现在还真的没有特别说偏向哪个角色，因为我一直也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尝试不一样的角色，各种各样的角色都应该去给自己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不会说排斥任何的角色。我觉得只要是我能够有信心去把它演好，我感兴趣的角色我都会去尝试。你刚才也说自己性格并不是说非常外向爱热闹的人，但是你演戏的时候经常要带入不同的角色嘛，就你怎么要打开自己的心扉去带入？我觉得就是这方面就是可能其实就是演戏的时候，就是演戏人可能就是不能太理性了，他需要有感性的那一面。对，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还是有感性的那一面的，就是这个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只要看了这个剧本之后就觉得吸引我的，那么我去想把它演好的话，那其实是能够就是释放出来自己本性的里面那个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那个灵魂那种，真的是本色出演的感觉。对，当然现在我还是就是还需要很多地方需要学习了，所以也是慢慢的去更加能够自如的去把它表演出来，还是在一个学习阶段。那你现在就是演员的地方就我们知道吗？就是你觉得自己带入那个角色就演之后困难吗？其实这个角色它有一些跟我相似的地方，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我要挑战的地方。其实有些
东西大家还不知道，就还没有公布呢。在够努力的话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起点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徐导，他其实也是非常照顾我。NG 的次数多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不是特别的多。和王丽坤的感情戏还能 OK 过吗？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，然后其实他也给我很多的帮助，所以其实真的过程还是挺开心、挺顺利的。你对自己演技怎么打分啊？觉得评价？因为现在还刚刚开始一个起步嘛，我觉得给自己的分数就，之前也我觉得75分吧，75分，马飞是100吧，是100，每个人100，71分，那还有大概25分可以进步，甚至更多，就是你觉得自己属于天才还是属于地才？3分是天注定，然后剩下的还是靠打拼，对，靠打拼，靠努力，我觉得一定是这样，就是。我觉得有付出就会有收获，然后我还是希望踏踏实实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就是把自己的进步让大家也能看到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天才，对，但是我愿意去努力，愿意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能够被别人认可的一个艺人吧。